现在我要去探访第一座外星岛屿，看着这一路上铺的桥，甚是欣慰。再铺一条桥，大半岛屿的桥就修建完工了。很快啊，我就来到了外星岛，这里坐着一群的外星人，还好他们眼睛不好，看不见我。这一条桥是干嘛用的？这方方块还会放出孔明灯，可好玩了。箱子里还放着去外太空所需要的材料。这是一个好地方。这条桥是用来干嘛的？啊，不好，这里皇宫守会攻击员，快回去。完了，掉到虚空里了。哎，还是去下一座岛屿吧。你看上去可美了，这座岛屿还挺高的，还需要铺一个楼梯才能够上去。是当当，当当怎么跑这里来了？还敢撞我？看我不把你的脚给打下来！还有丁丁，丁丁别跑，我是好人。惨了，他扔炸弹出来了，看来他是自私，罪孽深重，跳到虚空下了。之后这还掉落好多的荧光彩色草，这四周也都是外星人。怎么有稻草人？这不是你生存？好啊，你原来你也是伪装的，还打我，不可原谅。打完还想溜，那有这么好的事情啊？这也是精英馆，有福袋了，待会又能够兑换很多道具了。趁着晚上啊，我还想多刷点福袋的。这桃林岛还真的是刷怪圣地，那么多野人，快去睡觉吧。哇哦，这房子里有好多木板啊，可以都不用台阶来搭桥了。要是有飞行背包，那就更爽了。不会是旁边的南瓜岛吧？这南瓜岛可好看了，这么多，全都是可以吃的吧？还是别吃了，说不定箱子也有呢。你看，送了两组南瓜，还有喷水钩爪，也不错啦。最后就剩下七彩岛屿了吗？这地面怎么乱七八糟的颜色？强迫症看到这个肯定很难受。现在箱子里也没有宝物，那还是回去吧。此次收获不少，我还看上了这把巴雷特，据说一枪200点伤害呢，威力无穷的。而且子弹还特别容易制作，用金子和铁就能够直接合成。找到像样的武器啦，这下这谁还能够拦住我呀？最后我再换上魔法眼睛，据说这眼睛是可以飞行的，你们看我飞起来了，在天空翱翔。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